我们看109单选式这一题，那这个是一个矩阵的运算，它要算这个 b 乘 a， 那我们其实可以先把 b 跟 a 呢先乘起来，再来看，这边会得到 a 加上这个 a 平，再加上这个 i， 然后我们这里呢可以再稍微化简一下，虽然不化简，我觉得速度也不会差太多，所以我们就要算 a 乘 a 加 i， a 的话是1134，那 a 加 i 的话是2135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再来做这矩阵的乘法。好，这边会得到这个是那个5，好，那这边是18，好，那这里是6，好，那这里是23。那接下来再把这个 i 加进来呢，就答案就是这个选项1。